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并且呢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。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坚定措施捍卫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。中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，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，停止此类的错误行径。